心地普及，社会学习，社区服务，走游地图，科技新闻，社会动态，精彩生活多爱点，欢迎收听生活爱点。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生活爱点，我是可乐，我是 KJ。 小时候我们都会写日记对吗？对啊，你都怎么写？写日记哦，应该小时候无写日记的习惯，但是学校规定就是要写生活周记。小时候呢，那是国中吧？哦，对啊。你无小时候哟？无呢，那小时候敢那无伫写什么日记？啊，每一天不是拢爱叫爸爸妈妈签名，是拢爱写一个什么日记，还是讲嘿什么心得？其实我也没啥会记得，无就是有一种的，你一定爱写，就是暑假作业。哦，暑假作业我是爱记录讲你这暑假期间做什么代志，看什么册。不是去倒佚佗？有啊，那会啊，那是会记录，讲你暑假安怎过啊？哦，嘿啊，安那规划？对对对，有当下会作假。会减吗？因迄功课拢阿甲同辈阿讲阿伫写。我同辈阿讲拢是爸爸妈妈来讲写。无无无，迄当我拢家己写。安尼认真啊！嘿嘿嘿，我嘛是家己写。哎，迄当阵咱若是你写日记，还是你记录咱的生活的时阵啊？以前拢是用文字嘛，用写的方式嘛，吼。加长大了后，都开始有些所谓些家己写的日记。不是啊，因为我那是较大下的时，甲听人讲哦，写日记，然后可以让自己沉淀自己的心情啊，整理自己的情绪或想法呢哈。所以那对人狗可以买迄啰日记本，嗯，而且顶个日记本的安怎，有一个阿嬷甲你打开，佮有收拾。哦，安尼你个 class 较乖。系啊。不是随便一个笔记本都可以啊，是一定要想说哦，我写日记我一定要去买人真正的日记本来写啊。哦，我是较重视来底日记本来底够插画有无？哦，有诶，插图安尼。啊，我够较贴心呢，伊就互你有一个贴纸，心情贴纸。哦，是，有诶，从你迄其他诶迄标签来底，你可以当知讲我今年来底你诶心情大概大部分是安怎。另外，够有一种诶日记，就是来底够有啥物？每日的什么一句话是不是鼓励的还是什么你会记得吗？哦，给干哪有这样的。您现在收听的是爱点网生活爱点。大汉的时阵啊，咱闺蜜甲闺蜜哦，甲好朋友有一种的就是交换日记。嗯，是。不过阮查甫较少滴交换日记。无，你有交换啥？应该无，反正阮查甫大概拢直接聊天。咱也是用讲的吼，有一寡话可能用讲的讲袂出嘴，啊，不过用写的吼，迄就安那通啊写足济，会甲心里的话讲出来呢。嗯，对，像我伫高中的时候，然后因个迄当看足济文章的嘛，所以单人讲叫我写物啊，是我迄当来尽量会去写，甲迄我心情拢甲写写落，尤其人迄周记我，大概拢写一面呀，偶尔甲写几落张。咱也是看咱。以前写的东西有当时会去惊到，哇，那你以前怎么那么文青吗？是，你这敢是我写的呢？嘿嘿，有当时你会怀疑，还有当时你看那字来感觉，这敢字那是我写的，有当时你会字体变啦，是哦，对啊，哦，啊，不过现在的网络的世界啊，还是慢慢啊，都用，咱就讲用电脑来写日记的吧。咱其实知影，咱家己的迄字啊吼，那写了无啥好看。要电脑了吼，有 Word 啊吼，你开始画画，更是用手写。嗯，而且写字然后写了手会酸，爱搁浪费纸。嗯，
日记本也免去买，结果我阁直接拍伫电脑内底，甲储存去顶界迄落迄3.5寸迄款诶磁卡内底。3.5寸诶，啥物件？反正就是磁片就对了啦。哦。结果啊，倒是一种诶吗？诶、欸，较固定型迄当阵啊吼、嗯。结果系统话过哦，顶界写诶日记都无法读取。要哦，很可惜吼、哦。是啊，那我都转出来啊，我都。嗯嗯，有。一段时间网络写日记，就是咱讲的迄所谓部落格，对吧？哦，对，因为网络开始那种普及发达了吼，介侪人开始透过网络来滴写伊的心情记录、旅游记录、美食记录。心知满点，这是爱点网。生活爱点，心知满点，这里是爱点网，生活爱点。咱讲即嘛，拢是用网络伫写日记，毛讲部落格。部落格写日记，我会记是我去美国的时阵，还想讲买炸一个日记本，感觉想嫌迄伤重啊。我有想讲，哎呀，即嘛伫网络上就通写日记啊，咱就通甲伊记录起来。啊，另外就是嘛，通甲咱的相片嘛，通都会放在顶管安尼，啊，一边写文字，啊，佮通有照片，佮通做编辑哦。伊当阵的部落格。哦，百家争鸣哈。哎、欸，对啊，有当咱也想到那真趣味，应该写日记，然后拢是安尼，因为也也唔敢放看。哎、欸，咱有部落格是无敢看，但拢尽量讲啊，我发给你看。哎、欸，这是我今日写，哎、欸，你也分享给你看。有当可能是你安尼平常时个累积底下，可能写过落篇，要来看的人较少。可是无一定你内底写到一篇啊吼，可能是人因为搜寻到关键字查到，人过来再来看。看了后，人就认为讲，哎、欸，你写了袂歹，果然你下卡留言啊，跟你互动，哎、欸，嘿，我慢慢个累积观看的粉丝出来。我以前的美国写的那部落格啊，我买的，都开始是无虾米人看，后来吼，嘿，网友拢会滴我有几篇文章，哎，下卡就开始留言给我呢，哎，嘛不哩趣味啦。我今嘛吼，就你讲的，以前的写日记。是啊，拢做私密的对无吼？那是诶、欸，爸爸妈妈看，咱也知影，佫会避免对无、欸？对啊。啊，我今嘛拢是恨不得讲，大家拢来看咱的日记。哎呀、欸，是啊。尤其是今嘛，社群佫做发达的吼，唔免讲写足侪足侪文字，俺、啊、可能是一个相片起哩，啊，就写短短的一句的心情安尼吼，啊，就希望大家来甲咱按赞呐、啊。还是给咱做一个回应呢。这里是爱点网，生活爱点。随时掌握生活科技焦点。像我现在想起来，我当初会开始架这个网站，然后那是从网路啊，吼，要写日记加心情开始。迄当阵可能甲部落格当作是日记伫写，啊，毋过嘛有愈来愈侪人吼，甲因的部落格做有关可能一个学习啊，还是一个专门的技术的一个记录，对无？诶，对啊，像我吼是直接开始的时是用奇摩部落格、奇摩网站，要甲去共做迄留言板，互人会当伫。也看留言，安尼，咩个做结合？
各国来的信用启蒙网页后一个修改一个歪可能提供人使用网络开始去学网站架站的技术那家己架部落格当然啦各自人后有认为说啊我够用门户的平台提供原来咱应该各自无名啊启蒙部落格天空部落格各自你看他也发现说你到处在各自下的记录各自名啊但是呢他在平台后他真的都化修不修对吗那你的再辛苦的记录啦齁可能一夕之间化为乌有哪弄乌有啊所以就可惜的齁是啊尤其咱知道说这平台部落格这样齁移动起的网址伊这是固定的你不可能讲哦我这间厝起好伫遮伊叫你搬走你会当规间厝甲搬遐但是地址无同啊无同款啊该重新经营了呢对对对对所以人家介济人拢鼓励讲你若有心要经营的话齁你当然就是去申请家己的网站部落格家己过来去架家己来做维护不过请专门的人替你管理安尼啊吼你这个网址啦这个名称啊吼才是家己永远家己的尤其是这个时代是自媒体的年代哦所以若是有家己的一个专属的网页在网络上有一间家己的地址家己的厝其实是不利好用伊通啊做咱家己的一个记录嘛，唔免惊讲即个平台啊停止服务，啊，就咱伊在写的，伊在新写，拢伫遐，啊，就用用。讲乖就乖安尼，安实在是足可惜的代志。